因为我不常在每个地方，所以，但是我每一个地方，我跟各位见过面了，我就有义务天天回向，这样啊。特别这个英国伦敦少林寺还蛮出名的，我在这边讲了什么，一切都假的，搞得全世界都知道，啊，假的，啊，所以，但是事实上，这个世间所谓假的，并不是它不存在，只是它。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它不是永恒不变的，它会变化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叫虚幻的。你想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幻。对，就是你所看到的都不是。请问各位，这个花美不美？美，但它是暂时的，这样，它不是永恒的。如果你认为永远这么美，那你就会失望，因为再来它就会臭掉。凋谢掉、枯萎掉，这个世间一切都是这样。这个叫真相啊，就看到真相叫智慧，你就不会被他骗啊。所以有时候，当然就像人一样，我经常看到老人。各位你要想，那我已经老了，如果我已经80岁、90岁，那我现在怎么办？我一直依赖我老伴照顾我吗？儿女在我身边吗？这样我也不行。那我要怎么办呢？所以我要趁我老之前呢，我一定要能够也能够解脱自己啊，而能够把握来世，能够比现世更好，乃至升天，乃至解脱，乃至去极乐世界。你要思维这个问题，你不能一直把希望建立在钱身上，有钱我就平安了，啊，有房子贷款缴完我就快乐了。那这个只是一个暂时的。但是你，那你在想，我钱都有了，房子贷款都好了，再来呢？师傅，我很怕得癌症啊，特别英国皮肤癌多、乳癌多啊，因为现在的人吃肉太多，空气的问题、心态的问题，所以癌症重大病苦好像避不掉啊。但是，那各位你能够超越生病吗？你要去思维，那怎么超越生病？全世界的钱都给你，如何不生病？各位，身体如何不生病？佛陀说不可能。凡是有身体，当然业报不一样。有些人病少一点，有些人从出生到死都在病。那这就是因为你要相信业报。来念一下：不杀生，多吃素，常放生，关心病人。多不施药，身体健康啊！多施食啊，布施食物给那流浪狗啊、动物啊，这都是长寿健康的因。那今天是世界烟供日啊，那为什么定在今天呢？因为在历史上，西藏的第一个国王赤松德赞要盖一个寺庙，他希望佛法传到西藏来。因为他听到他的国师吉户堪布讲经典，哦，他认为佛法对这个国家很重要。因为如果老百姓都能够有道德相信因果，那除了世间我做国王保护他们，也让他们就近解脱，哦，佛法很重要。所以他就决定在这个地方盖一个寺庙。结果他要盖寺庙，哦，就那些鬼魔就不让他盖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做好事，一定会有障碍，因为这个鬼魔就是希望你啊，每天喝酒啊、吃肉啊、玩啊，这样，然后最后就做他叫魔子魔孙，这样不能脱离他的掌控啊。如果你要脱离欲望，那魔王就少了很多子孙了。所以你越精进要修行，魔就会来障碍你。所以佛陀叫什么？这个相叫什么？来，降魔成道相。对，所以佛陀的右手放在地上，这叫降魔，土地之神作证，我悉达多怎么样布施修行的，降魔啊！所以这个时候画的是35岁刚成佛的佛陀，很庄严，降魔啊！那魔有两种魔，嗔恨的魔，还有欲望的魔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最后要成佛，3个魔女，呜，好性感啊！这个是最难修的，啊，
所以各位，如果你每天在想着谈恋爱，这就是魔来找你了，他让你不要修行，不要修行，所以释迦牟尼佛降服了三个魔女，那这个三个魔女生气，他就变成什么？好，如果以后我们要让修行人都不能修行，变成什么？葱、蒜、韭菜。所以为什么修行那一天不能吃葱蒜、香烟、毒品？那些吗啡啊、大麻，因为你如果吃这些香烟、葱蒜、韭菜，那魔就会攻你的心，你就不能打坐啊，你就控制不了你的脾气啊，所以你就没办法脱离他的掌控啊。所以各位不是说，他们叫香烟这样骗人，其实香烟哪里香啊？不抽烟的人说好臭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是因为他们。所以吸香烟的人，他会上瘾的。这上瘾就是魔进入你的心了，他控制你。吸毒的人会上瘾，戒不掉，因为那个魔会控制你的意识。这个叫什么？来，毒鬼，有个毒的鬼，有烟鬼卡在你身上。所以佛陀要降魔啊。所以当然，我们修行，那我们要去了解。那释迦牟尼佛他是怎么样降魔，然后呢终于能够看到真理，然后呢传播真理在这个世间啊。好，智聪德赞国王请了在印度的莲花生大师来帮助他降魔。那莲花生大师呢请国王准备很多很好的香食物来为他降魔。那个时候国王就问这个莲花生大师，我叫你来降魔呢，你这些供我这个东西供养他们呢、啊、各位，对魔最好的方法就是对他好啊，用这些东西供养他们，让他们满足了，他们不但不会障碍你，他还会帮助你。所以念一下来，慈悲才是永恒的军队，恨不能消除恨，唯有爱可以消除恨。啊，这就是佛法很特殊、很特殊的啊！永远不用暴力，不用心机，不用对立，永远用于没有心机的慈悲去爱对方，对方就 OK 了。所以各位，今天有人拿刀子要杀你，要杀你。那你赶快准备一些枪，那你不一定有用。事实上，达摩祖师啊，达摩祖师的真理是空性，了解吗？慈悲降服所有敌人啊。那练少林拳呢？那是因为保护身体，不是练少林拳要来打人的啊。那达摩的精神是空性悲心啊，要去利益众生。透过世间人喜欢运动健康，也把这个禅的道理告诉对方。啊，那禅就是空性慈悲，啊，那是降服魔鬼最好的方法，降服敌人最好的方法。所以来念一下，来，忍辱是力量，慈悲是武器。啊，所以修行人出去不用带刀带枪，带一条念珠就好。念珠，我为你念佛啊，我慈悲回向给你啊。所以有人会问我说：“师父啊，会怕鬼啊？怕鬼你就念观音菩萨就 OK 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你念慈悲，念慈悲这些痛苦就会消除。念慈悲，你心中的贪嗔痴会不会消除？会。念慈悲，你事情。”哦，得男得女满愿，你要赚钱，你要找好老公，你要生好儿子，会不会满愿？会满愿。所以观音菩萨普门品告诉我们，永恒的真理就是用这种慈悲的行为心态。但是各位，慈悲跟爱情是不一样的。但是爱情透过智慧来引导，变成一种没有私心的、没有占有欲的、无所求的爱情，那就变慈悲了。没有分别的爱情，
你爱爸爸妈妈，更要爱所有生命；你爱你的儿女，更要爱所有的人。啊，所以你爱友情，更要爱无情。这些山河大地、树木，我们爱它。那你要念下来：众生是父母，世界是母亲。啊，所以对众生也好，对整个世界，我们用爱去对待，去拥抱它。那这个世界就会改变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用水，要用很多东西来加入慈悲心的加持，然后它就变成一种甘露，让佛菩萨欢喜啊，让众生离苦。好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弘法行程，11月20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弘法行程。11月24号星期五，下午2点，马来西亚柔佛利明达小学冷气礼堂心灵讲座，护生、点灯、水供、药供及慈悲施食超度法会。11月25号星期六，放生功德日，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持斋除罪30劫，下午4点，马来西亚麻坡柔佛训正华文小学礼堂心灵讲座与佛学问答。11月26号星期日，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00倍，下午2点，马来西亚巴珠巴峡龙工业区祭奠庙道蒙山施食法会。11月28号星期二，宗喀巴大师诞辰、莲花生大师入藏纪念日及应化日、贤劫千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万倍。上午9点，马来西亚马六甲鹿叶园八关斋戒。11月29号星期三，齐天大圣圣诞，下午4点，马来西亚马口森美兰远景酒店佛法开示、护生、点灯、供水及慈悲施食法会。11月30号星期四，上午9点半，马来西亚慈悲护生会慈悲施食与放生。12月1号星期五，念贤劫千佛持斋除罪1000劫，下午4点，马来西亚吉隆坡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慈悲佛法开示。12月2号星期六，念阿弥陀佛持斋除罪200劫，下元水观大地圣诞，上午9点，马来西亚吉隆坡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八关斋戒。12月3号星期日，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00万倍，上午9点，马来西亚吉隆坡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供佛斋天暨慈悲施食。12月5号星期二，念观世音菩萨、地藏菩萨持斋除罪90劫，地母至尊千秋，上午10点，马来西亚北海八脉生命教育中心关公法会。
护生、点灯、供水、右拱暨慈悲施食超度法会。12月6号星期三，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0万倍。下午4点，马来西亚槟城生命教育中心心灵讲座，护生、点灯、供水、右拱暨慈悲施食超度法会。12月8号星期五，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第4届短期出家。12月9号星期六，青山临安尊王千秋，马来西亚亚罗士达吉打佛学院。12月9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亚罗士达国际短期出家。12月10号星期日，念卢舍那佛大势至菩萨持斋除罪1000劫，周仓爷将军千秋，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。12月9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亚罗士达国际短期出家。12月11号星期一，念地藏菩萨卢舍那佛持斋除罪1000劫，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。12月9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亚罗士达国际短期出家。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7月3日傍晚，海涛法师在美国纽约瑞光寺举办佛学讲座。在讲座中，法师教导大众最殊胜的功德可以从身边做起，精勤力重学佛，不要只停留在知的阶段，更进一步要去行，从自利进展到利他，与会大众得到种种一行的慈悲法门传承，心开意解，沐浴在法喜之中。如果你这辈子是吃素念佛又在放生，保证上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就是资粮。所以各位要多点灯，多供花，多供水果，多供养三宝，好不好啊？多供养袈裟，多帮助贫穷种福田，多放生，多施食，这些都是累积资粮。那你没有资粮，就没有办法利益众生，减低对方的痛苦。没有资粮，没办法成佛。所以第二个要进账累资。第三，最重要，来发菩提心。什么叫菩提心？仔细听我讲啊，自己全然毫无保留的愿以自己的快乐来代替众生的痛苦，以吸收对方的痛苦给自己，把自己全然的善根快乐布施给对方，坚定信心，决定为了利益所有众生而付出，这个叫菩提心。毫无保留的吸，各位要发心。发心呢，开始先帮助别人，多到寺庙来先学发心，好不好？学好以后，那你要帮助你的隔壁啊，帮助天主教煮饭，我们也帮你煮啊；基督教煮饭也帮你煮啊，煮素食给你吃。各位要把心扩大，所以叫无量心，要发无上菩提心，那无上菩提心是什么意思？来，爱所有众生，承担所有众生苦，引导众生就近离苦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发愿，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懂佛法，其他的人都不懂，而且要伤害你，但是你还要来帮助他们。就像今天晚上你去睡觉了，明天睡醒出生在一个非洲的乡下，什么语言都不懂，就从那边从零开始，你要发愿把整个乡村的人都让他们信因果，
不见得要改变宗教，信因果啊，然后这是你生命的责任，你要这样努力啊，精勤利众，精进勤劳的利益众生啊，像各位住在美国，撒撒米，点点烟供香，挂挂经幡，念阿弥陀佛啊，为世界念心经，先给米给鸟吃，鸟在那边吃吃饲料，你给它念心经好不好啊？念七佛如来，你要跟他结缘，一下来松鼠，一下来兔子，一下来鸟，对不对？哦，撒撒米，然后呢，撒撒水，哦，水供完以后为他们下施，哇，这些孤魂野鬼离开即可啊！成就善缘，操之在己，善念的升起，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培养落实，能以宽广的心量与眼界来处事，对待众生，就是广结善缘。